OK， 我是 DJ 阿洲，今天来到麻豆这边哈，因为麻豆三年一度的重头戏就是我们戴天舞，他会所有的三年一度的庆典，今天在麻豆这里。那因为上一次的三年正好疫情，所以说停办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变成六年，啊，好不容易疫情过去的三年，他现在开始办。那等一下我们会看整个一个庙会的一个情形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阿洲在麻豆，那个我现在所在的这边应该是太子宫这边，太祖帖这边为各位所拍摄的影片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拍摄的地点在麻豆的太子宅龙文寺这边附近以及村庄里面。现在太子宅这边的里面的鸡童现在迎驾，现在的鸡童呢都已经很年长了，带着绳子。
这一段是很难得可以看到这鸡童，就是王爷的护身的鸡童要上他的座驾的镜头，这一段很难得可以看到，所以说我把它录制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
把镜头转回到表姐的家的门口，这边呢就准备了一些人影，让这边有进到太子宅、太祖帖里面的这些整个巡视的队伍。如果进到太子帖里面，我们就在这边准备了一些凉水，提供给他们需要的就自行索取。
子女在这边一直补充。这一位就是我的表姐。啊，下你疫苗哦。要看买什么款的，拢有。那您凉的哟、哦。来，您凉的哟、哦。好的，以上影片是阿周在2024年5月5号在马豆太子宅太珠太这边所微博所拍摄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同时帮我按个赞。有你的支持，我才有拍片的动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